近看到这奥运卷后呢，是圈粉无数的林育婷还有李阳是出席活动，他们时尚的打扮也让人惊艳。一出场，粉丝热烈欢迎。巴黎奥运夺下金牌的林育婷脱下全集装，换上西装外套，搭配天蓝色云朵衬衫，充满时尚感。23号晚上，林育婷担任新一之夜红毯嘉宾，展现她的另一面。育婷真的很萌哎。宠粉无极限，红毯上林育婷抓空档对粉丝比出各种爱心，超级反差萌。而因为她的帅气形象，不少人向她公开示爱，她也透露自己的理想型。理想型就是射手座，就是浪漫嘛，那就是还是以感觉为主，就是要相处过后才会知道说，哦，我们到底是不是。讲起理想型还有点害羞，而这次红毯嘉宾还有羽球双打金牌的李阳，刚从日本度假回来的他也难得做出时尚打扮，也太帅了吧我们大哥。穿上宽版上衣和宽裤，搭配银色项链，李阳开心挥手。不过搭档王麒麟最近和新搭邱相杰到日本比赛，李阳也说还是有互相关心，关注他比赛过程，然后他我们两个自己也有私讯，然后去讨论这个赛事，然后跟他们的搭配这样。主要还是希望说他跟邱相杰的搭配可以打得很好，那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羽毛球的魅力。这次林育婷和李阳同场出席活动，两人表示私下交情本来就不错，虽然也可以称为林阳配，但更喜欢杨玉片。奥运选手展现个性另一面，也让粉丝过瘾，大饱眼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